那我们现在自动的，我可以呢，声音大小声跟控制可以把它关掉。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是一个好的控制界面，我们可以允许家里的第四台播哪一个节目，因为我可以选台，有很多花絮，我也可以让网络的东西进来，都是在这个软体上控制。OK 哈，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小功能哈。我们有很多的贴心的服务，我们没有时间讲哈，那我们讲大纲就可以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图哈的功能。那我们刚刚有八个嘛哈，我们讲这个重点。假设我现在啊要看中国大陆的某一个节目，叫做《我是歌手》，台湾看得到吗？台湾看不到，一定要透过网络，对不对？这是中国大陆的节目。那我们呢，就透过这个有一个放大镜，啊，这边就是有一个搜寻，啊，那我只要打入《我是歌手》，那他《我是歌手》打入进去，他现在会帮我找，啊，讲这个啊哪一天哪啊，然后呢哪一集啊，然后呢如果我现在呢想要啊，我现在想要看林志炫参加的过程。那我们可以按传统播放按键，那这种控制模式就是太传统的。那我们可以用手机看我的动作哈，简单的甩一下，所以呢，我们后面的美女云就得到命令了，她就去网络帮我找林志炫在现场参加比赛唱歌的过程。那客厅是不是设备最棒，招待客人的嘛？所以电视最大台，影音效果最好。OK 哈，那。如果我们自己在手机看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可是我们一般智慧手机搜寻只能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太自私了，是丢不出来的。用我们的系统搭配迷你云是可以丢出来的。 OK 好，那我们这边呢可以呢查找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学一首歌叫做 Gail， 然后你想学谁的唱法呢，你就可以呢出来以后你自己做点选，天马行空都可以找。好，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要看一部电影或一个连续剧，它是不是有特定的名称，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的把它滑过来，然后呢停在第三个呢叫做影视百汇，影视百汇。好，那我们这个点进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片在这边呈现，这个就是最新的片在这里。好，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些细部的自己的筛选，家里总是有一些成年人他想要看那个成人片，我们不会播了哈。那重点是要输入账号密码进来以后呢才会呢继续有些选择，这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等一下会看到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比较讲一个全盘性的东西。那有一些人他会讲说你们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其实不会，因为我们假设去吃一个那个吃到饱的东西，如果这个吃到饱的地方只有提供十种东西，我会觉得这个料太少就走了。可是他琳琅满目，我就很开心，我挑我爱吃的。所以有一些人来我们这边，他挑某一个东西，光这个成人片，他说太棒了，我就是要这个，其他都不要跟我讲。这个人是谁呢？他说泰国的华侨，他在泰国做很大的生意。然后呢他说泰国工作日本人有50万名的日本人在泰国工作。这些日本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可能比较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他们都买光碟片。三天以后没感觉，为什么？剧情都一样，他还要花时间去买新的光碟片。他说这个市场很大，只要买这一支去泰国销售，每个月收他100块台币，一个叹息一样，他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的提供的服务不一定我们全班能够应用。那如果我们是厂商客户，我们要挑最容易赚到钱的合作模式，最快速的就可以了哈。那如果我们要看这个连续剧，我们要看甄嬛传，就从这边进去它转得比较慢。我现在展示一下如果我们要看一部电影那看一部电影以后呢这边已经转了我这边有我要看动作类的电影，然后呢他就会帮我筛选动作类的电影才会出来。爱情类的对我没感觉，我这个年纪不会看爱情片，那我就喜欢看动作类的电影。那我现在呢想要看这个索命记忆这个电影，索命记忆，我现在点这个，
点出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些说明。那我们呢，哦，就可以呢，直接我就不等了啊，哦。你看我的手哈，哦，我简单的一甩，它就呢，哦，两秒钟以内它会去找，把索命记忆这个，哦，这个结果呢，把我们丢在这里。OK 哈，哦，好。我刚才那个甩太早，哦，好，我现在呢也可以用传统的按键，哦，来播放，它就去帮我找这个档案，哦，我不知道，等他哈，哦，好，那等一下呢就会有相关的。我现在展示另外一个哈，哦，让他再找哈，哦。如果我们现在呢不要用目录找，我现在小朋友在吵，我直接想要找蜘蛛人给他。我们以前要怎么做呢？去录放影机店找蜘蛛人啊、蛛片啊。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呢只要在这边，蜘蛛人，好，蜘蛛人出来了哈。我们可以用语音的哈，当然我们可以用手写，嗡嗡嗡都可以。蜘蛛人出来以后，他帮我搜寻。好，有没有三级？有三级。假设呢，小朋友第二级没看到，那我们就呢简单的甩一下，好，简单的甩一下，两秒钟以内他会去帮我找。然后呢，用这个来看，好，那你看呢，哦，他在等的过程当中往上滑，会有蜘蛛人的说明，然后呢再往上滑，会有更多的连结，可能是 NG 画面，导演是谁。可能是首映会的典礼，哦，明星有来加持，每一个都有内容都可以做连接，所以跟电脑前用滑鼠搜寻到一堆有没有不同一样的，哦，一样的，哦，所以呢，当我们现在呢点了蜘蛛人，蜘蛛人在我们家出现的时候，录放影机有机会生存吗？没有办法生存的，干嘛录呢？随时都从云端拿来录吗？再来，百视达也倒掉了，为什么？我没有珠片环片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系统来看，家里人口如果这么多，看电影是要算人头，现在不需要，不管多少人在家里看，都是，哦，这个可能付一个月租费而已，哦，所以这个画质也很清楚。好，那另外。